挡风玻璃上的秘密你知道吗？就以我们今天开的这台试驾车为例，咱们看一下它挡风玻璃上都有哪些信息。首先第一行是它的品牌，再往下 laminated， 这指双层夹胶玻璃，E4 是指欧洲经济委员会 3C 标准，再往下 E006888 是指它玻璃的生产批次，再往下432这个是指欧盟的执行标准，而福耀是玻璃大厂，而下方的时间3后面6个点，点在数字后面意味着是下半年生产的，我们只需要用13个月减去这6个点就得到它是7月份生产的，而如果说点在数字前面就代表是上半年生产的，直接推论就可以。而最特别的是像这款玻璃这里还有一个 HUD 的说明，就是像这台车它是有 HUD 这个配置的，搭载上这个玻璃之后它的 HUD 它的清晰度就会更高，反光率降低，便于我们 HUD 的识别度，所以汽车玻璃上的这些秘密选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